来看啊。啊，爸爸有回来无？嗯。可以。去练小酒了。假唱。啊，你写功课？嗯。我乖，你离我遐食饭哦，我食一下囝就想要挂断来，我计是要等来看恁爸爸嘞。无啦，我挂断来啦，是想要赶紧读册啦。读册是真好，不过营养嘛爱有够啊。爱枵无？袂啦，我够真饱的。你这囡仔是真乖的，会晓要爱读书啊，是足好的。阮幼稚啊，哪样像你安尼，唔得偌好呢？阿姨，你看，这啥？这个私立学校有在招考学生哦。嗯。只要你的考试成绩有到达95分以上哦，你的学费哦，全部拢免钱哦，个人申请奖学金哎。不要。那这间学校哦，阿姨不听过。哦，伊栽培足侪足优秀学生出来呢。哎呀，啦，你若考入去这个学校哦，哇，你将来足有出头嘞，阿姨替你欢喜。要唔过？听讲这间学校足歹考的，所以我搁较认真诶。对对对对对，加油加油！安尼安尼安尼，读册好，我唔歹插你，好，那你继续啊，继续。大，来这整理收起来。这要创啥？通我报名用啊！我今仔时间我就无用，煞袂记摕予你。啊，你无去报名，真拍算。来，阿姨，唔免啦，我只有欠一寡啦。你欠你个留落来，有时要买文具啦，吼，还是买物件给你食者，营养爱顾啦。你若是到身体无好，你要去考试，啊，若无考试，咪足拍算个，对唔？收起来，乖，收起来。你读，你拄仔伫我遐一直拢食无够济，我给你泡一碗牛奶，营养才有够。好，你拿下。我阿姨，多谢你，我一定会足认真、足认真考进这学校的资优班。等我大汉，赚足济钱。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。爸爸讲的话你无在听，去甲救救倒来。我不爱救啊，干哪的妈妈？爸，不管爸做啥物唔对的代志。你会当原谅伊无？如果以后我拢会听话，袂阁甲你吵，袂买玩具，还是袂阁甲你偷买零用钱啊？小戴来得早。我有话要跟你讲，已经想好要我偌济啊！我甲台风做伙拍球的时阵啊，台风啊哪哭哪伫咧甲我拜托，叫我卖甲你离婚啦。为着伊呐，我愿意予咱有一个互相的机会。我只要以后你做一个好妈妈，恢复同款较早。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安尼就好啊！你即摆只要想好势，离婚要分我一财产给我，你就会用的呀。你若要挽回这个婚姻，我确实无迄个必要啊。你无法度为你家己的囝伤苦如一人，你心肝有够凶的你啊！我凶，我即摆若无凶，等到将来你对我出手，我想要凶都无机会啊！在你的心目中，我一个人含食一只饭，
十多年来，我是安怎伫关心你，安怎伫照顾你，你拢袂记啊？这十几年来，我该斗赚偌侪钱，你嘛拢袂记个啊？所以要甲讲过去，我无想要听。咱过去嘛是一对恩爱的翁母，嘛是有幸福的家庭。 敢讲你对我对这个家庭拢无一丝流落？好啊，我跟你卖个讲过去，无听着。你都讲，你刚才让我愈想要离开你尔。你心我敢真是这样的绝情？因为感情，你怎好跟你管啊？ 我要给他痛苦一世啦，想要让他痛苦的人是我，不是伊。 我看到伊，我为着我的离开的伤心失志，我就足痛苦。伊即摆竟然跟伊甲厝外合结婚，这款痛苦我无法度跟你忍耐落去啊！你要跟我离婚，都是想要跟伊做伙。 忘掉。既然是安尼，道理也老会掉啊啦。 你即马甲我讲遐尔残忍，遐尔无情的话，我禁忌吼会更加搁较残忍的对待你。你放心，只要咱上好面的律师，甲你法庭甲咱讲好势，我一定会离开。 十多年来，对伊好拢是白费的。我伫伊的心目中，竟然比袂过一个对伊已经无心的江一官。 尤其已经知影唔对啊，啊头拄啊出门进前啊，去拜托我替伊求情啊。阿华，咱不是已经讲过啊，这两个囡仔的代志啊，爱豆豆啊来，啊代志拢已经发生啊。
伊安尼想起，无要插伊，嘛无法度改变伊啥，对无？伊安尼见讲讲袂听，一错再错，我当然想起会心疼。我也是迄句话啦，啊，尤其是一个真善良、真友好的囡仔，而且真有正义感。只要咱有耐心哦，好好甲参加，我相信哦，伊将来哦，绝对袂行偏激。 上好是处理个人安尼啦，无我真正对不起你家做工作嘛。好啦，小工开啊啦，哦。对啊，啊你毋是要去迄个装修工厂？我带你去。嗯。我等下倒来。我想着啊，顶摆我去恁家给你摒扫时阵哦，冰箱一拍开，啥拢无咧。哎，若巴肚枵，想要食物件要安怎？我吼，给你传一挂。 冷冻水饺、水棍、三个就使只，还佫有，你迄摒扫一挂清洁用品嘛无啊，我拢传好啊，吼，等下拢给你提。啊，恁遐半工啊。顺山啦。这要怎？这温度的锁匙。 提起啊！啊，你讲哦，你若要当司机啊，啊，随时拢会入去。啊？提起啦！啊，你等下无锁匙啊？这车你还佫有油皮，免烦恼。 早上，到锁匙，去开房间好唔白？我哩在遮怎啊？开哩电话拢无人接，今日干嘛无人接？用药的，我才哩做来遮呀。做下，平常时啊看了你哦，足守本分，啊真清高，为了是嫁出来啊。哼，啊查甫人一个锁匙互你尔，你也伸手收。 你是不是等足久啊，姐姐？唔卖想超过啊！我是当超过，我倒会讲唔对。伊本来是一个袂见笑查某，后来计碰过。我、哦、你出去啊！卖离家乱啦！你凭什么跟我出去？这敢是领导？好啦，你乖。你安尼大声，出面隔壁看着嘛唔好。 先听我看卖看伊找你是要讲啥？阿英官，我这边确定要甲计划离婚啊！而且我甚至甲坦白讲，我爱到死你。只要计划是无可能阁继续落去啊！你听清楚，这真正是你最后一遍选择的机会啊！你也接受我。 我就找台风跟你团圆。哎，你若唔肯，我就把台风留伫身躯边。一世人，咱啥拢免想要去看到伊。代表，安尼做对台风唔好咧，对你嘛无较好啊。你若无替台风阁考虑一下。你无资格讲这话，今日代志变成这样，拢是因为你呢。 你最后决定是啥？敢讲你真正连个爹亲生后生都拢无爱啊？姐姐，我的答案无变，我甘愿甲大风哦留伫金平河身躯边，嘛不必接受你。林冠。 大风已经因为你哦，你的住所已经受到真大的伤害，我即马唯一会当做的，都是家己遐伤害啊，兼到伤家，啊上起码啊，陪伫大风身躯边的人是真心关心伊的，嘛是伊上爱爸爸。你别讲遐尔好听，你今仔都是因为出下才安尼做的。
我是想无的。阿姐这么无知识，在夜车摆摊的臭小杂某，你现在对伊这痴迷啊？伊善良啊！你心外来想的啊，拢是体谅别人、帮助别人，无参照你，敢想着你家己，完全无插别人的感受。还有一件代志啊，请你听好清楚，我要甲华夏结婚了。尊重你，因为因娘咪都是我的母。改官，恁两个之间还阁有遐侪问题。是要结婚？你即马哦，讲这白菜，家己敢袂感觉小过好笑啊？不管你信也好，唔信也好，为滴啊，即届我是真正要甲我结婚啦，所以请你放弃要等来我身躯边这种想法，我已经做出选择，嘛袂阁改变。江一官，我已经讲甲真清楚。是我为你牺牲十几年的青春派，一个是为了你要尽着做人老爸的责任，这台好派。好，我欠你的，应该是算还了。你这世人永远都用不了。我警告你，你若真正要跟蔡华结婚，到尾受伤害上重的，绝对是大风。伊总是因为爱你，你要有私心，嘛无需安尼伤伊，甚至阁骗讲咱要结婚。无咯，我无咧骗伊诶，我是认真诶。我头拄仔讲遐个话啊，若是想要回特别私心，嘛是我心肝内话。我一直都有啊，想要照顾恁母仔的决心，所以我希望你嫁给我。啊，无得卡所有反对咱的人，因为安尼啊，都来失信。妈，叫啊！有任何问题发生啊，给我徛在你的胸头前，给我替你啊遮风避雨。我伫上忝的时阵，可以想到厝内面还有一个人在等我，让我逐天拢用食着你为我煮的三顿。
嘛免安尼啊，上明走。啊，甚至啊，食摒扫的物件买一份就够，免买甲双份。哪会用这款的理由来求婚？只要你点头给我，什么拢是对的。啊，上重要的是，我嘛希望会用好有妻有妾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包括我家己的后代，嘛希望甲你做一个人。爱你，将你疼在心肝，面对海打石头烂，不惊未来风浪有偌大，甘愿将你惜命命。愿意天地有我看，一条情路我歹行，我嘛不愿看到你伤心孤单。答应啊！答应就别个反悔啊！我也甘愿为着你千刀割心肝，就算听你。我就别个孤单一个啊！我、你、尤其尤惠，答应个有一番哦，那你就更加圆满啊！用心的未来，一杯幸福满满。你是我今生来世上最的伴。几张相片交功课啊？哎，这张我会记啊，这张啊就是迄我们一起去乡下玩，你会哭去打着牛屎，我一直哭，我叫爸爸甲伊翕落来。哪呢？你看这张，你的脚砖去坐着冰淇淋，规领裤拢沾糊糊。吼，想到这件代志哦，就我气到头壳青烟啦，唔知哦是倒一个无公德心的人。乔克有把冰淇淋放在我的位置上。你笑啥？你可不知影。是你哦，是你把冰淇淋放在我位置上。你哪会骗我骗到这嘛？我跟你讲哦，其实妈妈因拢知影，因只是家里的妈话，所以才无跟你讲呀。其实哦，咱之前也是真快乐啊。对啊，有爸爸妈妈，还佮有你，只要咱一家伙啊，佮会当做伙，我就感觉真幸福。哦，恁在看甚物相片啊？啊。小时候的照片。哥，你看，这张是你生日的时阵，咱全家做伙翕的哦。啊，你两个妈妈好，有代志要甲恁讲。妈，你要甲阮讲啥？不管我做什么决定，我都要让恁兄妹仔知影，妈妈足爱恁的。我也希望让恁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。妈，你咧讲的话我拢知影，我知影你真爱阮，其他的我袂听。玉慧，妈妈的话还袂讲完呢，你要去倒？我还有功课要写，我先入去啊。
玉慧，妈妈已经决定要跟你玉冠菊结婚啦。妈妈讲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讨厌伊管家，我要离这爸爸。玉慧，伊管家伊真心关心咱嘞，伊要咱完整的家，啊是无要跟伊爸爸抢什么啊？那不是，咱家就一家团圆啊。那不是，我跟哥哥嘛袂规工冤家啊。无你看，哥哥搁会替我考考你，让爸爸回来啊。玉慧，玉慧，你应该看会出来。一关节真正足照顾咱的，你有一个机会吼，莫对心跟他尔啊亲，好不？玉慧，刚刚你袂记啊？一关节还够救你呢。我愿意救啊，我嘛愿意对他好，我干那要我的爸爸妈妈做伙，甲伊真同款。你看，迄个时阵妈妈笑到遐尔啊欢喜。难道遐尔幸福，遐尔快乐，谁都讲袂着我？玉慧，玉慧，只要妈妈再结婚，我就无去甲爸爸住，我永远拢无甲看到你。早顿哦，拢唔肯食，你敢知影妈妈有偌烦恼？哎呀，这是你上爱食的松饼哦，妈妈有特别做给你吃。我袂啦，客气啦，早顿哦，袂用补吃啦。六位，你哪会当做他妈妈的生意？你去看看。我就是袂啦，安怎？伊就会当唔管我的生意？妈妈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嘛，你搁会说什么心得啊？乔乔啊，你有听到无？别叫你家己叫，我就是不爱叫。哦，就听啦，你放手啦！你去叫啊，我只能你放手啊！放手啦！玉慧，听到无？你去管住我。玉子，你现在要叫伊啊？你把我妈妈辛辛苦苦做的早顿，搭伫这粪扫桶内底，我只是叫伊乔乔尔。金大鹏，这件代志跟伊无关系啊！你想要是卖啥？金大鹏，你唔叫啊，我也着买来送。你嫌我意见大家拢无同款呐？我若听伊哦，你着跟我生气啦；我若听你哦，伊着跟我变面啦。这件代志实在是足歹处理的。乔乔，我啦，你叫乔乔，我就是我。好话啦，莫搁吵啦。我想着一个解决的好办法。有我来叫啊！哎呦，子，你的话嘛有人听。玉慧哦，万免免叫家己哦去叫啊！即马是不是皆大欢喜啊？玉慧，你真正是超过啊！对啊，玉慧，一百后面我拢无法度搁支持你啊！只要我妈妈要甲伊冠子结婚，我就买食伊做的物件。我阿姨要跟伊冠杰结婚哦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啊！你安尼哦，就是做老大个囝哦，啊，行路有风啊吼！真的无？我讲的拢是真的啊！你回去哦，叫我阿姨替我甲伊冠杰讲，叫伊哦，莫阁吵阮家的代志啊，吵恁家的就好啊。若无，阮家阁因为伊啊，大家拢冤家啊，啊，人甲鸡飞狗跳。安尼就叫恁爸爸妈妈离婚就好啊。因今朝是要离啊！因大人确实是真奇怪啦。你爸爸妈妈先离嘛，即马我们爸爸妈妈要离啊，也毋是伫咧算半只只少啊。哈，是安怎？拢无替咱囡仔想啊。
真实嘞哦！哦，听到你要结婚的消息，我真正足欢喜的呢。我阿姐啊，恭喜你呢！蛮感谢你，不过总算是当安定落来，唔免阁一个人孤孤单单过日子啊。其实一路行来，总是恁哥哥在照顾我。坦白讲，爱感谢的是我，我还碰到一个这么好的人。伊凡，是的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阿姐啊，不要紧啦，我现在哦已经会面对现实啦。我相信迈克在天顶一定会保护我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伊会保护咱大家。对啦，我阿姊，啊，恁打算什么时阵要结婚啊？应该无遐尼紧啦，过一段时间啦。啊，既然都已经决定啊，是安怎无爱较紧呢？我甲恁哥哥阁有足侪问题爱解决嘞，像有回。就足反对我结婚的，连我这老母也无想要认啊。啊，佮另外，恰恰迄边，华姐啊，只要恁有心，会当坚持落去，我相信所有的困难到最后一定会解决的。嗯，多谢。若拖伤久，是到我的腹肚会足明显的，就袂用去参加。伊凡，你敢会用返去看恁哥哥无？恁哥哥正为了恰恰代志吼足烦的，假使讲恁来用这个时阵返去看伊，我相信伊一定足欢喜的。哇，这样，伊凡。我唔是要勉强你，我刚才要让你知影，恁哥哥足想你。既然你的心都无伫遮啦，我勉强把你留落来也无路用啦。离婚协议书伫遮。只要你签字，这张支票就你的。五千万，我欠了你十几年啊，我就跟他拿这五千万了。五千万，有的人一世人也赚无这多钱啦。你唔通不抵账呢？参照进前伫选地面代表，我开遐尼侪钱，搁替你四个伫邮票啊！这几年来，我甲你烧饭烧钱，搁遐尼伤我的心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唔通让我反悔，赶紧签签的就对啊啦！只要我甲名签落，就算会当甲伊管证明我的决心啊。当时这间嘛不是我的，我得必须爱随离开台湾。你无水的啊！爱我换一支笔给你。妹，我这份学生，我看起来得这五千万尔。啊那呢？我留一个囝给你嘞，你要送我者？大方啊，是你亲，你过用呢啊！连衣你还爱用钱买买，
即马是你用钱咧甲我买签约，你是生理人呢，我嘛只好用钱甲你算好清楚啊。那是真正你赶紧要走咧，是你逼我离婚的咧。你即马伫咧拖拖刷刷无要签约，好，不要紧啊。你若要继续安尼拖刷，看啥物人较有耐心吼。像我唔签的，这个婚我是离定。爸爸，你唔准离婚啊！大芳，啊是恁爸先提离婚协议书给我的啊。爸，我求你，你莫跟妈离婚，妈妈会甲伊赶走好无？啊！你妈妈的心都无伫这厝的，啊，硬甲留落来吼，伊加痛苦的多，归去好走，安尼伊才较快乐啦。爸，妈无我，妈无你呢，哪有可能会较快乐？我唔相信。对啊，大虎，妈无你，要哪会快乐？啊，不过即摆恁爸。伊会着急要逼我提钱离婚，伊逼我才离开哩，我嘛无法度啊。你唔通安尼受超过哈，你唔通想要使让阮爸仔囝的感情哦，是你先逼我的呢。啊，你讲上错话唔对，怪伫我的身上。我先甲你讲遍啦，你伫我的背后做啥物代志，你家己心内有数。大芳，我即马伫遮，上好唔通唬我，将你伤我的代志，我拢全部压压出来哦。哎呀，你莫搁吵好无？唔管咯，是爸叫妈离婚啦，还是妈逼爸离婚啦？为你啊，我就是唔准你离婚啦！厝内面的母囝在农家耍地，啊你死去做啥？你问你妈妈，是啥物人坚持要离婚的？大哥，你看恁爸伊看钱比看我搁较重，啊你敢真正忍心让妈继续留伫伊身躯边受委屈？你唔通找什么借口啊！大豪，爸爸跟你讲，你唔通管这落代志，你妈要走，让伊走就好啊！先做我听你呢，恁就唔免听我的啊！恁大人实在有够自私的呢，是安怎？安尼嘛要吵吵闹闹啊？我变亲戚，妈妈妈因啦！大豪，你看到哈？大豪根本就无我袂用的。我来好好跟你讲，离婚的条件，我两个再跟你讲。哎，大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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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让妈入去，大芳，乖啊，你干嘛搞阮自私啊？我无想要睬你。你乖，你听妈话，你好好入去，我跟你讲几句话就好啊。我不爱听，你讲话拢是假的，我今仔日拢知影。你讲，你要听我，你讲的，你听我，你就莫离婚啊！还佫甲我放落，唔管啦。大豪，大豪，大豪。怀胎十个月生落的囡仔，我哪有可能会无爱你？我安尼做也是不得已的啊。阿祖，你若真正爱我，你就莫吵啊！你敢真正认为讲妈离开你，我都袂痛苦，我都袂艰苦？若不是恁爸，已经无爱我。
伊对我安尼袂信任，甚至和我跟他互相共款，我嘛袂放你走，我走，你看我安尼敢袂伤心？我哪会当甲你当做贼啊？ 恁爸迄个掠准讲，我是咧贪伊的钱，所以就想要用钱逼我离开。所以妈，妈当继续甲恁爸做生活，我唔只决定要甲伊离婚。竟然是放唔对，我特别感觉做伙走，我爸爸做一个孤单的老人啊。 袂用的，我要等台风老爹金家，伊才当继承金家财产。若无，我等于是特地输去啊，啥物都拢无得着。妈，你哪会袂讲话？公公，你无想要带我走？